四月十六日，美猴王六小龄童一身红装空降上海奉贤海湾名区，领跑2017上海海湾半程马拉松赛。六小龄童在86版的《西游记》中主演孙悟空一角，红遍大江南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58岁的美猴王身体的健康也备受关注，听说前段时间身体不好，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呢？急性阑尾发作啊，住了6天医院。现在正在做一些消炎工作，我想过一段时间可能会去做手术吧。也感谢我们海内外观众读者啊对我的关注和支持。银版《西游记》的造型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美猴王这样跟我们说：“有一点可以告诉大家啊，我扮演美猴王孙悟空和马德华老师扮演猪八戒，这个是不会变的啊。另外就是我们师徒四人原班人马参与这个剧当中的别的角色也不会变的。还有就是。”主要人物比如说孙悟空啊，包括猪八戒，就是他的人物造型，基本不会变，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啊，86版的《西游记》的。